五四青年节，我不想做这样的人。我不想做一个浑身带刺的人，嘲讽别人的成功，嘲笑别人的失败，看不惯过得比他好的人，看不起过得没他好的人，一肚子抱怨和借口，凡事不是自己的错，都是别人的错。我不想做一个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人，没有独立的人格，只有预定的人设，没有闪光的才华，只有抛光的流量，没有精彩的作品，只有热闹的八卦。我不想做一个隐身的人，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候，他藏在人群里；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他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里。我不想做一个油腻的人，你吃亏的时候，他说吃亏是福；该较真的时候，他说难得糊涂。是的，我不想做这样的人，我不想做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人，一个不讲义气的人，一个没有教养的人，一个半途而废的人，一个遗忘历史的人。我不想做一个不爱国的人。我不想做一个口口声声一代不如一代的人。当我变成父母、师长、前辈的时候，希望我的孩子能对我说："我想成为你这样的人。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欢迎留言给我们。